你提要求我来帮，欢迎收看刺激战场粉丝帮第100期视频。说到粉丝艾特的大山，这次将揭秘给国际服的樱花树浇水会不会掉落信号枪之谜。通过原版视频，我们发现此玩家来到樱花树的下面，并且说给樱花树浇水会给出高级物资，还说手里的这把信号枪正是从樱花树里面召唤出来的。这一切的答案是否正确，我们不得而知。那么我只需要在国际服中多找几棵樱花树，并且给它浇水，就能得出答案。来到游戏中，我们找到了学校附近的樱花树，队友给他浇水，他会慢慢长出树叶，听说还会给出高级物资。经过测试，却给了我一个二级头。某人不是说能给出高级物资和信号枪吗？我心想，可能是我的运气太差。于是我又找到了另一棵樱花树，再次给他浇水，还是没有出现信号枪。那么他所说的给樱花树浇水会出现信号枪是假的吗？当然不是。经过翻阅资料，我才发现给樱花树浇水的确能刷新信号枪，只不过几率很小。我的运气属实很差劲。那我就把这三个有樱花树的位置分享给大家：一、学校附近；二、军事基地附近；三、废墟附近。以上只会出现在国际服中，大家可以带着你们最亲近的人一起欣赏樱花树绽放的时刻。那么本期的介绍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下期再会。